睡不着。你也怕暴风雨？这雨好大啊。哎呀，是啊，不过我还挺喜欢下雨天的。你觉得呢？每天下午有两辆校车回学校，还有十几分钟。不着急，慢慢等嘛。啊，我记得我们读书那会儿啊，我们公交车站就一个杆子，然后放个牌子，可没有这种能挡雨的东西。要是跟我回学校的话，回家你方便吗？啊，我等一下不回家，我直接回录音棚。等会儿可能下雨天打车麻烦点吧，但多等等总有的，是吧？啊，我要早知道下雨，不来分校就好了。我觉得来分校挺好的。哪好了？你说你大老远的跑过来买几本书，市区又不是没有书店。就当是来体验一下你们分校区的环境嘛。我读书那会儿可没有什么分校区，我们只有一个总校。这次就算是借您体验一下。次我们见面，就是在下雨，记得吗？哦，记得。我记得我们是在车里，对吧？嗯，车里。哎，来来来，走吧。等一下，这袋子不防水，傻瓜。走吧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啊！不着急，让他们先上吧。我看那位置还挺多的。哦。你往后面站一点。嗯。走吧。好。走吧。挡着点。谢谢。上吧，你先上。往后面坐吧。我们坐那吧。那里。我好像带纸了。我好像忘了。那。哦，谢谢。你带纸了，这么细心。没有，我平时不带纸，我就是今天出门的时候闷了一嘴帽子，他提醒我。你擦我。你要帮忙吗？先吧，首先吧。不用，你擦我。不用，你在外面淋的比较湿。男生没事。你来吧。你快擦我。刚回来的时候都这样，不像咱们两个，现在拿到什么都先抢。谁敢跟你抢啊？你还敢狡辩？你没抢吗？抢了，抢了，抢了，都是我的错啊！哼。你擦吧。啊，我不用，我看一下电话。我们公司有点事儿，我先回个信息啊。你周末还工作？哎，我们自己创业，没什么周不周末，平时都这样。
我现在不方便说话，你们先说，我听着，有问题文字回复。大家都睡着了的地方。醒了。你只回微信到现在吗？哦，我看你睡着了，回信息。老板，约会呢？那个，你们说我静音了啊。怎么？你刚刚没静音你说话，现在静音了怎么不说了？我不知道。没事儿，那我先开会。你先开我不说。好。好。行，我知道了。行。那差不多了，等会儿你们把会议记录发我，我先挂了。好。哎，你有笔吗？笔？哦，有，等一下。这个可以吗？好。谢谢这位沙溢老师。不客气。对了对了，那个我把杨硕的照片用网盘发给你。哦，对，照片，你发我就行了。好，发过去。嗯，收到了，谢谢。风好大，刮得呼呼的，宿舍和食堂中间那棵大树都倒了。那你害怕吗？我可以陪你打电话。我都几岁了，还听风声害怕？哎，我得先去洗衣服了。这个时间点，洗衣机用的人少，比较好抢。那去吧。那我挂啦。生生今晚在家吧？哦，应该在家吧。那就好，今天高级别预警，好几条地铁线都停了。幸亏你早回来了，不然被困在分校区怎么办呀？我先去洗衣服啦。这么大的雨，也不知道他安全到了没。挺自恋呀你！
什么练练签名、啊？哎，干嘛？我给你来一个啊！哎呀，怎么着？比你好看吧？哟，签名大比拼，我也来一个。你们两个干什么呢？啊？这都是要成本的，你们签完没人要，这本子怎么办？这什么意思呀？虽然我们俩知名度没有你高，但我们也是有名有姓。虽然我们俩签名的机会没有你多，但我们至少要有自娱自乐的权利。你刚才说话是不是太过分了？太过分。还不是你们两个到底有事没事？哎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怎么就回来了呢？我怎么就不能回来了呢？你说说，这要是被大雨困住多浪漫啊！在分校区的教室里坐上一晚上，哎呀！哎，茂哥，茂哥，你等等，你说清楚了，谁？不对，你说清楚了，啊，谁？谁？没谁，啊，没谁，这就没谁。我回去了啊，你们聊吧。说话说的真挨打。哎，学妹，不是你有点过分了。你要不是找我就应特的，你再这样干嘛？我这十本我今天我都要签。哎，王可，都给我写出去。我帮你，你等我。你咋了？我给我留几本。出去。怎么样？有意思吧？这是我们录音棚的保留项目。私下都挺可爱的，就是莫老师跟方老师不常过来了，现在一周都见不到一次了。他们忙嘛。你是没赶上我们最好的时候，我们读书的时候大家最活跃，那个时候这可热闹了。嗯，快点！喂，书生，这么大的雨，你现在在哪儿啊？千万要注意安全啊！嗯。我现在在同学家呢，现在是最危险的时候，等雨小了点我就打车回去。你看吧，要害怕给我打电话哈。怕什么呀，你们可千万别出去啊，这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。好，你也别出去。嗯，好，拜拜。莫医生，你好。听众朋友，莫医生做完手术了，来关注一则天气方面的信息。受强降水云团的影响，我市部分地区已出现强降水，预计强降水仍将持续。安城市气象台于本日晚上21点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，请注意防御。再为您播放一次。受强降水云团的影响，我市部分地区已出现强降水，预计强降水仍将持续。你今天难得早下班，嗯，但是这天气怕是不太好开车啊。哦，没事，坐地铁呗，这时间这天气地铁人少清静。你是忘了咱们是在分院了，两条地铁线路都停了，怕是没得坐喽。哦，也是啊，没事，那就再等等，顺便吃口东西。行，那莫医生你先休息，我先去忙了啊。行，忙去吧。好。在医院没事吧？刚手术完。
方便语音吗？喂，你在哪儿呀？分院还是本院？在分院。下午门诊后边有三台手术，手术完了到现在。那你吃饭了吗？又见螺蛳粉。今天你妈妈提到桂林杨树，让我想起了那几天的旅游。刚好柜子里有螺蛳粉，我就直接打开来泡了。晚饭。又见，我刚还在想又见是什么牌子呢。你到家了吗？没被雨拦在外面吧？嗯，早到家了。听你说的，我都饿了。你等我找吃的，跟你一起吃。好，去厨房找。对，去厨房。你等我下个楼啊。在医院值班？是啊，刚换班。帮我去对面超市看一眼。超市？看看是不是有个女孩困里面了，你也注意安全。女孩？你就远远看一下，别进去吓到人家。好，马上去。找到好吃的了吗？嗯，还没。我妈没有剩饭菜的习惯。我发现了一个好东西。我妈竟然在家里放了螺蛳粉，你相信吗？倒是巧啊。嗯，对呀。在吃呢，嗯，味道还行，当然不如煮的好吃。那肯定没法比啊！我们在桂林吃的螺蛳粉，那浇头都有十几种，而且那螺蛳都是大块大块的螺蛳肉。你慢点吃啊，等等我。好，等你。叉子现在已经放到盒子上了。嗯哼。那我们直接视频，能看着吃。嗯，不太方便，我外公还没有睡呢。直接视频，万一他过来看到了不好吧？而且今天我爸妈都在。好。报告莫老师，我要开始加调料啦。嗯，我都已经吃了两口。那我要加快速。报告莫老师，我要开始吃了。那开始了。
这个辣度我觉得刚刚好。嗯，我这碗也是。嗯。哇。家里有客人，我先挂了。哎，开开门啊，老板！啊，开门！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打烊了。雨衣有吗？雨衣，我要买雨衣。雨衣，哦，雨太大了，我伞坏了。进来吧。老板，这雨衣有吗？哦，雨衣是吧？你稍等一下。嗯，哎，谢谢。哎，多少钱？25。啊，好，我给你钱，扫码啊。这边。哎，手机开不了了。啊，没事没事，算了，那送给您吧。淋到雨了，坏了。那，要不我明天把钱给你，好吧？嗯，好。啊，谢谢啊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这雨太大了。哎呦。谢谢老板，明天我把钱给你啊！你小心点，注意安全啊！啊，谢谢啊！注意安全，你回去吧。什么东西吗？我不买东西。啊，你是？我来看看。看。看看你。看我？啊，看你。哎，那个。哎呦，我实话跟你说吧，那个，我叫张乐乐，那个我是对面医院的医生，莫倾城是我同事，那个他让我来看你的。吓死我了！吓死我了！不好意思，那个他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啊，他就知道啊，他可聪明了。这真是麻烦你了，外面这么大的雨，你看你都淋湿了，我给你拿个毛巾擦一下吧。那个，谢谢啊。来，谢谢。那个，有个事儿我挺好奇的，你说这大下雨天的，莫医生专门让我过来看你在不在？你们关系就肯定不一般吧？你是他女朋友吧？哎，那行，莫医生交代的任务也完成了，那个我还要值班，我先回去了。哎，等等，我给你拿双拖鞋吧，你鞋都湿了。哦，不用了，嫂子。啊，那个我让他给我报销。那吃的呢？吃的要不要拿一个？那个休息室有，我走了。啊，那你小心点儿，那你注意一点。你把门锁上。哦。谁来都别再开门了。那你小心点儿。刚刚你同事来过了，真是瞒不过你，这你都猜得到。他回去了。嗯，对。他说他晚上还要值班，就回去了。喂，莫医生，嫂子呢？已经是在超市里安然无恙了啊。那个任务顺利完成了，你就说我靠谱不靠谱吧？靠谱，谢了啊。
你光谢谢就完了？我冒这么大雨帮你去做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不得好好报答我一下？哎，那个，你什么时候喜欢搞那种暗度陈仓了？她是不是就电话里的那个花格姑娘？什么时候谈上的呀？啊，你怎么都不跟我说呀？回头再跟你说吧。哎，莫医生，现在就走啊？外面雨还没停呢。我知道，我女朋友还在外边。等会儿呗，外面雨这么……下可够大的，没完没了了。哎呀，这天气外卖也叫不着，我饿了，向大厨又不在，我给你做点。你这样会让我对人间美味产生质疑，继而对人间产生质疑。OK？ 嚯，这哪儿抄来的台词啊？临场发挥。哎，这天气，小女孩一个人睡觉会害怕哦。啊？你说谁？说豆儿姐？哇，我豆儿姐叱咤风云，江湖一霸，完美配音背后真正的老板。他怕啥？人家在外面收雨声呢，说这声音逼真，以后能用得着。姐就是姐。嗯，你等会儿帮我把那个工程打开吧，我今晚不睡了，把明天工作赶出来。哎，说好了啊，我可只管给你开工程，其余的我什么也不管啊。好。哎哎，看见了吗？一条微信没发出去，睡不着觉了。太年轻，还是太年轻，哎。哎，豆豆姐啥时候回来呀？我可太想她喽。哎，你今天很奇怪啊，豆豆姐长，豆豆姐短的，怎么了？你想她了？你们可是做了很多年的兄弟啊，不能这样。这里除了枪老师，豆豆姐做饭最好吃，我饿了，饿了，明白吗？我自己研究去。我不信，不行啊！我不同意。昨日今夕，和眉眼如花，和你共同写意。
漫过山峰的雨雾轻轻，似是看不厌走不倦的曾经。这一路千里共繁星，我共你走下去，百年与共一朝一夕。如同云低时天下雨，你低唱的时候我动了心。从此耳畔一更新三更雨，千万种声音中听见你，千万种声音的孤寂听见你独白句，说我很想很想你。如读懂一幅画外音，读懂你的悲喜，心落在屋外梦里，此生有你。声将青梅浸透，又一声将晴空吹皱，拂落了无形的春雨，天地微醺在休歇时候，谈笑着仿佛已牵手，这香落在晚霞身后，那瞬间海荡荡悠悠，对上这么晚开着灯，外面看得一清二楚，关灯，要关灯。你就像一条河流过了心头，回想着明月奔腾唱的温柔，我在吃零食。有心思吃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嗯，你在哪儿呢？在医院。那这个时候你可别到处乱跑啊。知道了。生生，你害怕吗？有一点点。睡不着，你也怕暴风雨？对了，你不是说你过去经常听我的广播剧睡觉吗？嗯，高中的时候。那这样，今晚不用挂断电话，我们聊天到你睡着为止。或者，要是实在没有话题了，我也可以给你背稿子。你喜欢的广播剧的台词段落告诉我，我搜出来念给你听，或者有一些我能记得住的，我可以直接背下来给你听。你只要说话随便说都行。嗯，消防车。嗯，应该是吧。这种天气消防出动的比较多。嗯，
放首歌听。好啊。苍烟与好手，多年后思念却依然海风里如旧，清见了一路人影消瘦，将回忆演成墨迹，写一句淋漓，今与人聚去何处可能归期，梦境破碎相思总难寄千万里，笑此生命如融化，换作镜中花，难敌你手中一盏清茶，若能举杯共凄美，将前尘饮下，相伴共朝夕，约定在山河天涯，霜白了剑发，荒野望人间何以为家，千双一明月，照镜中人影成双。喂，喂，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帮我开个门。生生，开门。你怎么来了？进来，我来。啊，我先开灯。哇，你傻了？路上开的不是很顺利，不然能早到半小时。你从哪来的？我从分院过来的。你看，你都淋湿透了。我去给你拿个毛巾，你等我一下。这么晚了，一个女孩自己睡在超市，多不安全啊。这种暴雨天，坏人都躲起来了，对于他们来说也不安全。我来。谢谢。你的鞋湿了吗？我要不要给你找一双拖鞋啊？哦，没事，不用，我上车先换了的。给我吧。突然觉得住这儿也不错，有吃有喝的。而且啊，随便吃。行，今天晚上你拆了的，我付钱。我家超市，你付什么钱啊？再说了，今天晚上是你来陪我，应该我请你吃。随便吃，都是我的。哎，我知道。
我来。谢谢。你晚上自己在这会不会害怕？刚才其实挺害怕的，外面都是黑的，只有我们家超市亮着的，立刻就害怕了。这时候把灯关上更安全。嗯，深信不。嗯，分析的不错。嗯，还有音乐开始公放的时候，店里空荡荡的，音乐声越大越害怕，戴上耳机反而心静。里面的衣服都湿了，怎么办？哦，你店里有没有雨衣或者雨伞啊？我车里有干净的衣服，我可以拿进来换一下。有。